为何当初周杰伦怒甩侯佩岑，选择小14岁的昆凌当老婆？关键原因曝光，真的太无辜了。大家都知道，天王周杰伦婚前曾与多名女星有过不少绯闻，尤其当初与侯佩岑的恋情更是曾轰动全亚洲。不过究竟为何当初周杰伦一个好好的女主持人不要，反而要娶小他14岁却没无闻的昆凌呢？据说都是因为很多人都说，跟周杰伦比起来，昆凌对于大家似乎不是那么的熟悉。若是当初他没有跟周杰伦结婚，可能很多人甚至连他是谁都不知道。出生于1993年的他是中澳混血儿，2008年更靠著甜美的外表成为节目《我爱黑涩会》的班底，正式进入演艺圈。不过尽管当年昆凌在《我爱黑涩会》的人气相当高，但因家人强烈的反对，所以最后她不得不卸下黑涩会美眉的光环，继续回到校园念书。直到大学毕业后，她才又大学毕业之后，昆凌经朋友介绍曾在周杰伦投资的潮服店兼职，并认识了股东之一的蒋纤维。恰好蒋纤维又是周杰伦的同学，在一次聚餐中，昆凌和周杰伦相识。周杰伦知道他的演艺梦加上他的聪慧，于是介绍他学钢琴，两个人就逐渐熟悉起来了。而昆凌的友人也曾爆料，自从昆凌认识周杰伦之后，她和男友李泉就经常吵架，后来昆凌跟李泉渐行渐远，和周杰伦也才越走越近。经过了一两年的接触热恋，最后终于走向婚礼的殿堂。但看到昆凌与周杰伦的恋情如此顺利，反观当初他与侯佩岑的恋情，有多少人看好呢？究竟侯佩岑条件这么好的女孩，为何当初两人的恋情会走到尽头呢？侯佩岑是一个温文柔和的甜女生，而且烧得一手好菜，君子好逑的窈窕淑女。2004年，年少轻狂的周杰伦顶住亚洲流行天王的封号，事业如日中天，而大周杰伦一岁的侯佩岑则是东风卫视最美丽的当家主持人。当时两人恋情曝光后，大家都说两人配得刚刚好。不过与周杰伦的恋情曝光后，侯佩岑不但被逼辞去主持人的工作，甚至还只能躲在周杰伦的背后。不过当时红遍亚洲的周杰伦，每每和侯佩岑外出被狗仔队跟拍时，却总是撇下侯佩岑转身就跑。长期下来，他觉得2006年侯佩岑再也无法忍受这样的恋爱，于是忍痛提分手，而周杰伦考虑再三还是放手了。分手后，侯佩岑情绪掉到低谷，无法工作，整天沉浸在悲伤中，直到周杰伦在某节目大谈和侯佩岑的感情后，侯佩岑才告诉自己一切都过去了，重头来过，振作起来。直到最后遇到了金融界的才子黄伯俊，侯佩岑的真命天子才真正出现，幸福的生活也就这样开启了。如今生活十分幸福，近日更是宣布已经怀上二胎。
虽然当年周杰伦和侯佩岑没有在对的时间遇到对方，不过也因如此换来了两个家庭的幸福。在这边也祝福他们未来的日子各自都能过得开开心心的窝。周杰伦，周杰伦，英语 J.S. 1979年1月18日，台湾的流行歌曲男歌手、音乐家、唱片制片人、演员、导演、电竞团队队长兼老板。在2000年，周杰伦发行了他的首张专辑《J》，从属于唱片公司阿尔发音乐。从此以后，他的音乐获得了遍及亚洲的荣誉，尤其在台湾、中国大陆、马来西亚、香港、新加坡、印度尼西亚、韩国、日本和西方国家，例如美国和澳大利亚的亚洲群体中。他卖出了超过3000万张专辑，并获得了许多针对他的音乐工作的奖项。